好难跳啊！哎，成功了，是有。这里呢，就是一开始诊所出来，不是有一道铁门是锁着吗？我后来看到有一个地方，感觉好像可以跳，还真的可以跳啊！我现在跳关啊，有没有？那里就是诊所，诊所上来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二楼是有一个疯狂的护士，会把人改成异形的臭 If 护 you 士。find Yukanish, please. 我把老婆婆送到这里，现在八成应该没救了。我现在要从她的后院的窗子爬进去。我刚开铁门就是为了这准备的。太可恶，那个护士竟然欺骗我，那说谎者！我现在有点后悔，那个老婆婆你这样送到那里去，真是的，她真的有问题，把人给改造，我真的不想讲。现在我从她的后院上去，也是从怪物，好恶心啊！哟，好想捡东西，算了，先上去吧。他是不是跟着我？哎呦，吓到！我还以为他会上来，他不会上来就还好。哎，乌鸦，乌鸦不用管，直接路过。好香啊，乌鸦！哎，刚才那道是烟是怎么回事？我记得那道烟通常都是打 BOSS 进去的时候，奇怪，怎么没烟了？奇怪啊！好了，这边打开来。护士，你给我出来！哎，护士，看老婆婆已经变成恶心的异形生物了。我送来几只，它就是变成啊，老婆婆，对不起你啊，好恶心哦，真的看起来好像外星人。哎呦，还有闪躲啊，感觉这家伙会反击耶。怎么他已经岔了？这边就会掉他的血瓶呢、啊。老婆婆，虽然你嘴巴很毒，会吐槽，我下次二周目我不会再帮你送到这里的。我一开始不知道，以为那护士是好人，我结果被骗了。有病的护士，真的是，我要丢掉东西，要捡他的东西啊！东西太多了，丢掉，对。老婆婆变得咕噜咕噜的异形生物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现在用东西还能不能捡？不能捡，为什么？我都很多地方空的啊，太奇怪了，有点难过啊，老婆婆竟然变这样，啊！可恶，我一定要宰那护士，太可恶了，那骗我。真的、哦，我先要捡这个东西，捡完之后就找他算账，算账啊！太可恶了，已怒，非常怒了。我现在要把他揪出来，该明明在门口，现在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心中怒火燃烧中，我现在要把东西丢掉啊，要不然东西不能捡。老婆婆的衣物我现在拿不了，算了，血瓶。老婆婆，对不起你，二周目我会改进的。好，现在揪出那个混账，给我出来！完全是变态嘛，这家伙，把老人家这样做，你给我出来！你以为你关门就会没事吗？有点变态，这家伙。拿武器，二话不说直接砍。竟然拿武器，他拿手杖是吧？哎呦，散弹枪还在动。哎呦，你真的是连自己都改造了是吧？哇，这家伙还蛮硬的，跟 BOSS 有得比。你太欠揍了，我现在一怒，我现在完全不怕你。可恶，可恶，关厕所，对老人家这样，太可恶。
不是说好要救他吗？谁会相信你啊？谁怕你啊？来单挑啊！哎，不能闪弹枪没打到，还穿纯白耶，欺骗别人，还躲，别躲了！哇，章鱼的手是吧？看谁比较硬。老婆婆，你没有遗愿了，我已经帮你报仇。这家伙，听说红月之后东西又不一样。二周目绝对不能把人送来这里，这根本就是丧心病狂嘛！好了，我现在还有哪里没去看一下？应该都 OK 了。剩下的异形生物，我懒得去搞它。宝箱之后随便进去逛一逛，捡完之后去打白狼了。老婆婆，你的遗物我不能捡啊！我东西都满了，我想捡啊。二楼这样关了就不能开，主角也真弱。好了，这边。要打白狼啦！哇，超帅！铁门这么大一个，我现在有什么东西没带？我看一下。好，直接进去了。哇，这场地有点帅啊！旁边那个会动吗？好大只啊！换。拿个武器好了，换斧头好了，来吧。一个女生，听懂？不是说是白狼吗？奇怪，我怎么是一个女的？哎，好像还蛮正的。哎呀，是个妹子，这样打她我都不好意思啦。妹子而已嘛，那这场轻松了，害我还这么还等等等等，哪里？マジですか？真假的？哎呦呦，这个 size 跟第一关的 boss 有的比呀、啊！哇嘞！哎，小姐，真的是白狼啊！好吧，来吧，我不怕你，上啊！连转，好痒啊！我的斧头移动速度有点慢。等等啊，完全不知道你的套路啊！第一次跟你打、欸，哎呦，我的斧头移动速度有点慢。哎呀，快！真的嘞，虽然速度有点慢，还是被敲到，有点不习惯。哎，后面不能动，后面死路啊！哎，有人跳起来了！哎呀，你不知道别人补血是不能打人的吗？补血就要给人补血，不能再过来回击啊！还是换刀比较好，移动速度。哎呦，他又连击耶！哎呦，哇，手这么长，太扯了，距离也太长了点。长大只是真的比较不好躲，这神父的攻击还比较好躲、啊。又来了，冲击波，第一次中，第二次就不会再中。大概知道你的动作，哎。被挡住了，那个毛好碍事啊！哎呀，想锤，想锤，给你锤一锤，冰封一次！哎呀，我听到叮了一声，你怎么一点磁性都没有啊？啊，乖一点啊！啊，倒下。
它长鹿角，那就是狼的脸，到底是什么生物啊？拿到了它刚才放进身体那个坠子，那个坠子我放进去该不会可以变身吧？还是算了。哎，前面有 safe 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先 safe 一下。好了，这设计真的是很不亲民哎。打完前都没有一个存档点，要打完后才给你存档点，有够烂的，粪便。进动画。Master Willem, I've come to bid you farewell. Oh, I know, I know.You think now to betray me? No, but you will never listen. I tell you, I will not forget our adage. We are born of the blood, made men by the blood, undone by the blood. Our eyes are yet to open. Fear the old blood.I must take my leave.